台湾做茶文同你讲一道，好茶文韩国市场诶没有天天的出去。台湾泡茶茶是各种都有，唔过用茶文食材食较少。单单你买茶文，都会标点看奖，也是看到茶文，就抢想到你不能买茶。中南沙窑，你说总监天淑飞，十一年来，他没有咧中南策划诶头一届台湾国际茶文节，推广台湾茶文茶室。希望带动台湾人用好文、吃好茶、新文化风潮。老少滚水斗热茶温度，老文同少，再个老两少水斗出来，三人表热茶米，个天少滚水落去，会得有不银喝。饮茶个意，调冷茶温，皮冷茶香，汉口内斗茶米，甜甜鹅叹困来。所以喝到的每一口茶汤呢，它会是一个甘甜的滋味，而不是不会有那个苦涩的味道。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到一心二叶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发酵度、不同的焙火的茶的外形。那摊开在一个茶碗里面，好像我们边喝茶就边走到了那个茶园，走到那个山中，然后看到一碗茶中的山水。滚水倒下来，慢慢的变化，好，各家小米走出来，了茶米系用个设备做诶，一看就看得出。也系讲，了海茶有掺撇过的茶，一看也看得出。今天我们用的茶碗是润滑保湿的茶碗，都是用高温变化，质感的变化，然后还有茶粉磨过过，再压下发，烧滚水倒落去过后，还加冷，所以饮茶磨甜出来，除爱用冷也冻合适。茶多酚是涩，咖啡因是苦，可是这两个成分它是跟温度的成正比，温度越高它释放的越多，那茶碗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它会散温，所以它就缓和了这两个会苦会涩的成分的释放。拿着茶碗呢，跟用茶壶喝茶不同的，那味道比较开放一点。台湾的茶碗呢，那个泥土啦，那个火的温度啦，通常不同的啊，所以喝茶有另外一个境界了。这个感受这个茶这个香味啊，还有这个茶汤，还有这个碗呢，真是一个好像一个宝石一样了。用茶温吃茶哈，轻中药哈，主要爱好拿哦，都多按拿的啊，哦，尤其塑造到了，哎，安尼冰到了。好，也唔会少哈，天天的食。哦，阿娘哈，也一种尊敬。台湾现在非常流行茶席，那大部分都是壶泡或者是所谓的盖杯。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茶碗茶席呢，它最特别的地方，也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举。听说会讲，推翻入口茶米，好解同而家，什么是家嘅饮茶文化？推出台湾茶碗茶席这样的一个形式，然后搭建一个国际的一个舞台，然后结合我们当代的工艺、音乐各种艺术的形式，呈现我们当代的台湾的一个喝茶的一个新文化。不过这张简单的茶碗，洒做的表现，同一家就在跟大表的进发。陶艺家他在创作的时候，他一生专注在土、形、色、釉、火，他专注在这个美学的，投注一生的心力。仿佛你喝的不是只是一口茶，你喝的是一座山，你喝的是一个气候带给你的感动，做茶人的感动，或者是这个做碗的人的感动。啊，这是我们提出的一级一切，在一个碗中可以看到一切。我特别做一个。就是叫做八邑，我取名为八邑，因为是八边，就是说我们在做陶哈，有一种中国有一个道家思想，就是所谓的太极，八种艺术也是八种道。哦，冲了十碗哈，差不多有30盘梅林奶，你看到了五点梅哈，出梅林奶的特色啦，伊个特质哈，当冲啊，啊个。没有牛奶哈，我无奈种都当要保持着自己哈，给捏呗。
有本展览很早年春夏秋冬呈现台湾茶文茶时的四季风情，从那边清凉温茶煮出是热天茶室。你冲完之后呢，它可以这样子倒入，所以它一碗茶它可以分成几碗小碗喝。那因为我们是冰凉碗茶，我里面会已经放好了冰块，对，所以其实它只要放一个比较浓的茶汤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好几个朋友然后一起享受这个冰凉的碗茶这样子。用探身内的奶孔归下可以来也加动量，这是台湾的白瓷土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原矿陶土，然后它就产生一种比较白色，然后比较就是有点带一点果绿色的这种感觉。台湾国际茶文节就对18个国家来个统一家强下参加，统一家就高度的平台，民众也为就某种种个好些体验。It's like a coral, or it's like a winding river. 它的很多东西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，那所以它的很多的首饰、工具都是取自于大自然，所以今天从大自然中其实学到了很多不同的观念跟手法。那在做的过程，我觉得他的想法跟中国人又不太一样，所以就会衍生出很多有趣的点子出现这样子。茶饭不但吃坐在那里点茶，也坐在那里插花，插几片入老温馨兰，简单如高雅，老妹好感染生活。茶饭除不但吃是黑茶饭，他又可以把传统的工艺啦、技术，还有现代的艺术的美感呈现，所以他也是最古老，也是最现代的。对这张茶文开始，连接各种推翻物艺美术，听说会讲南白还会推广自家的茶文，自家做，但连茶文是厉害。如何玩？变台湾红茶，建构台湾饮茶新文化。